下面一个题目啊，是我们在座谈会常常都会碰到的，就是学科学跟信仰有没有冲突？先请啊，洪亮弟兄上。感谢主，因为我原来是大家刚才听到我原来是想做科学家的人，但实在来讲啊，信科学跟这个信仰啊，有没有矛盾？实在没有。为什么？这是可以证明的。特别如果大家想做科学的话，科学首先是什么？应该可以测试的，是吧 ？Testable。然后呢，可以什么？可以 reproducible， 就是可以复制或者可以重复的。还有呢，可以什么？可以是 predictable， 就是可以预测的。我不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三个以后啊，看到周围这么多信主的人呢、啊，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相信了，并不矛盾。而且实际上90%几的科学家呀，都信神，这个是再有证明。但无论如何，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要看到身边的人呢、啊，你需要的就是看到这是 predictable 的，这是可以预见的，预见你的将来是什么？绝对是喜乐的。不是苦巴巴的。如果你们苦巴巴的时候啊，你可以来接受主了，或者你可以来尝试。刚才一再讲到要尝试，那最好的尝试就是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灵，来呼喊这位主耶稣的名。Amen。这个科学啊，实在说来，我们替科学下个定义啊，科学就是说。它有一个系统，用系统的方式来研究来测验，来找到一个律。那它做法呢，它是先有一个有一个 postulate， 有一个先有一个假说，然后呢它要想出一套实验的方法，然后照着这实验呢来求证到底这个假说是真的是假的。那说老实话呢，真正的科学呢，只有是物理啊、化学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科学。这个我们讲人文科学，那不是科学啊，那是人的意见啊。这个连社会科学也都不是，没办法来求证、来证实的。那就是有一部分的事情，好像在一部分的人身上可以做得到。是求证得到，有另外一部分没办法求证到的。那只有这个用这个物理界的东西呢，或者是物质界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求证的。你需要有一个假说，然后你来求证。刚刚我们林弟兄讲的所有的这个科学呢都是可以你讲一下testable 是可以求证的，可以实验的，然后呢可以重新制造的啊，给再做一次试验呢，还是同一个同一个结果的。然后就第三呢，从这些结果里头，你可以下一次在做的时候，你可以 predict， 你可以预言，还是有同一个这个结果出来，这个就是科学了。但是呢，信仰是什么呢？其实信仰也是科学的。你只要有一个你信，你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做实验就是我们刚刚张弟兄所讲的，也就是我们刚刚余弟兄所讲的罗马书10:13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就做一个实验，你口开心开灵开你真正的在主面前向主说，主啊，我现在要呼求你名，我要试试看你的存在，你的实际你能不能真救我脱离我的痛苦。你试试看，你呼求主名，你就必得救。那所有的科学家就是为了求证一个宇宙间的真理那因着他这样子的求证呢，他就找出来到底这个宇宙从这个真理是什么。
那在物理界里头呢，很早大家就在问这个宇宙的来源是什么，那已经找了两三百年，那到了最近呢，是1970几年的时候呢，才证明出来有一个叫做大爆炸，宇宙是从大爆炸出来的，就是有一个源头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到现在呢，所有的物理学家的都已经承认了，都已经连国内的中国大陆的本来是无神论的，没办法承认这件事情，他们也非得承认不可。那这个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那宇宙是一个来源，那个来源是谁呢？那我们说是神，科学家就说是自然而然的，那不管他你怎么说，就是有一个来源。好，那么这是从科学的方式来证明。那整个物理家里头有，我们都晓得有四种的力量，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地心吸引力，那另外一个就是电磁力，刚刚他是念电磁科的电磁学的，你看我们的电灯啊什么都是电磁力啊，那还有一种叫做核能力，核子能力，还有一个叫 weak interaction，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啊，那弱力。他这个四种能力呢，爱因斯坦呢他就说哎，这个四种能力是应该从一个律呢出来的，它叫做 Unified Field Theory。 那么他活着的时候呢一直证实不出来，到现在呢就开始证实出来了。最近我们知道有什么发现，什么叫做 X particle， 又找到一个 Z particle 啊，这些都是证明爱因斯坦的他的假说的。那换句话说呢，到了进化论呢，进化论是不是一个科学？进化论不是科学，说老实话不是科学，是一个假说，到现在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办法证明的。因为在生物学里头，你学知道你这个在一个 species 里头，你可以有这个适应环境而有的改变，但是你从一个 species 变成另外一个 species， 这个种类一个类到另外一个类，你不能跳类的，这个是 DNA 没办法叫你跳类的啊。所以你这个进化论呢，你要从鱼啊就变成一个两栖动物，两栖动物变成一个在地上的爬物，在这个科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可以说进化论是一个假说。真正相信进化的人，他们的信心比我们信主耶稣的人还要大，那真是要用很大的信心来相信进化论的，真的。所以朋友们，你若是还没有信，我们的主是真的，你只要试啊，口开心开，你的灵向主是转向他的，不是敷衍我们的哈，要真正的转向他。哦，主耶稣啊，阿门。哦，主耶稣啊，这是真正的科学。